高雄楠仔区的水管路一间货运行18号凌晨发生死亡事故，警消获报抵达，只见一名女子倒卧在地，当场没了心跳跟呼吸，赶紧将人送医。原来稍早之前，这名征信女子前来货运行找她的许姓前男友，眼看对方开车要离开哦，她疑似试图要阻挡，没想到呢，竟然不慎被撞击，导致她伤重不治。后续警方也将死者的前男友逮捕，并且依照伤害致死罪嫌来送办。